做一支 AI 影片，到底要多久？最浪费时间的不是生成，而是生成完之后的善后。你以为的流程是写提示词、点生成、正对出片，但现实是这个模型画质不够，那个平台有水印 ，clean 一个账号 ，vivo 3一个账号，每个平台还要单独付费。结果你忙了一圈，影片是出来了，但不能用。那有没有一个工具能把生成加升级这两件事一次解决？今天这一期我们就来实测一个，把多模型 AI 影片生成直接塞进影片增强软件里的狠角色。点好订阅，收藏赞，我们马上发车。别误会，我不是针对谁，我是说在座的模型，我全都要用。先讲结论 ，HotPump VP 现在已经不只是修影片的软件了，它新增了一个重点功能 ——AI 影片生成模组。它把 Cray、Vivo 3还有这些主流模型直接聚合到同一个界面里。一句话总结：生成、对比、升级都在一个地方完成。打开 HotPump VP 首页的布局一目了然，两大核心板块各据一方。左手边是大家已经打过无数次交道的影片增强，主打画质修复和老片翻新；右手边则是时下最火的 AI 影片生成。所以今天看看它生成的视频到底是真有硬实力，还是在画大饼。进入 AI 影片生成，左边可以看到有图声影片、纹身影片，还有热门模板。这里也有当前最热门的模型 Pixverse Clean Hello VO3。首先我们选择文字转影片模型，这一步我直接用 Clean 2.5 Turbo Pro， 接下来把提示词填进去。提示词我就不一条条念了，核心就是国风抽象插画风，把2026和一匹吉祥马用敦煌纹样和金线质感做成高级视觉。下面这个不想要的内容本质就是反向提示词，你不希望画面里出现什么，就在这里提前告诉 AI， 让它生成的时候主动避开。比如像模糊、变形、多余文字、水印、奇怪的肢体结构，这些你不想在画面里看到的都可以直接写在这里，让 AI 别给你乱来。接着选择影片时长，按自己的需求来就好，选完直接开始生成。然后我们来看看效果，整体画风基本在预期之内，国风质感和配色都很在线。2026这个字样也处理的挺有高级感，不过上面那行中文就有点神秘了，属于 AI 的书法盲盒吗？是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不过大家也不用担心，在影片增强下面有一个影片去浮水印的功能，点进去之后把这段码的影片丢进来，在奇怪的文字这里直接拖一下选框，然后点高级绘出就可以了。我们来看一下效果。你早说吧！最近猫咪吃饭的视频真的特别火，看着就很解压。下面这段视频直接爆了，25.5万赞，转发也接近30万。那像这种视频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？我们先找到图片转影片，模型选择 VO3， 参考图这一步可以直接把爆火视频的封面截图下来丢进来就行。提示词很简单，写一句猫咪开心的吃牛排，解析度选1080，加抖音就用9:16，发 YouTube 就选16:9，时长我这边选8秒，然后我们直接来看效果。整体效果比预期要好，啥画面稳定，猫咪的动作也很自然，再加上咀嚼的声音，整体看下来还挺治愈的。我还顺手做了一个横版的，这画面一出来，吃播味直接拉满。3、2、1，上链接。如果你一时没灵感，也完全不用慌，影片生成器这边已经帮你把灵感准备好了，直接跳个热门模板就行。比如我随便选一个模板，点制作同款，参考图这一步，你就把你女朋友的美照丢进去就行，解析度直接选 1080p， 然后我们来看效果。除了脸不太像我以外，其他都还行。于是我又跑了一次，这一次终于有点本人味道了。如果生成出来的画质不太清晰，右下角这里直接一键把影片画质拉上来。进来之后分类看起来很多，其实你不用管，它会自己判断你这条影片该用哪一类。导出设置这一步，我直接选 4K。先来看一下中间的预览画面，左边是原片，右边是提升到 4K 之后的效果，放大看会更明显。裙摆上的银色纹理已经非常清楚了，脸部细节、头发的纹理，包括头上的蝴蝶结都能看得一清二楚。然后我们直接绘出。其实这里的速度快不快，主要看你机器的显卡性能，显卡越强处理越快，或者直接用云端，速度会更稳也更快。生成好了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原片清晰度本身就不错，高清增强主要是把细节再往上提了一档。
费用方面，它提供月付、年付甚至永久授权三种方案，想长期用的可以买年费或永久版，短期尝鲜就选月付更灵活。如果只想用 AI 影片生成功能，可以直接购买点数，无需订阅。好啦，今天的实测就到这里，所以 Headpole VP 现在的定位已经很清楚了，全能 AI 影片生成工具，创作加升级，一键完成一站式 AI 影片工作流。不是教你怎么当导演，是帮你少踩坑，少浪费时间。当 AI 影片已经不是能不能做，而是谁做得更快、更稳、更能直接用。你还会愿意为了不同模型反复切平台、反复付订阅吗？留言告诉我，下一期我就直接拿它做一支爆款结构的实战影片给你看。我们下支影片见，拜拜。